终于来到我们那个巴黎时装园这样，然后就是今天来那个领奖。终于，现在终于进来现场了，真的人潮真的太大了，快看一下旁边。请问里面有什么东西？现在目前就是各大的那个的人正在进场当中，然后我们刚才领完那个，耶，十大星座名师，名师哎，好开心哦。对，现场就是来自应该是亚太区的各个，我刚刚看到韩国越南的，越南也有，然后还有那个。泰国、菲律宾啊，什么这一类型的这样，然后我是台湾的，好像按摩的，好像只有几个而已，好像没有到很多，十个，不知道只有十个，然后你是十大，好开心，这样，原来在这，耶，可惜我没有大牌子，那当然上面。好小，好害羞。Show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and achievements in their respective fields. These individuals have not only excelled in their own work, but also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. 好，请老师都先上台，接受我们的颁奖。我们今天参加的奖项是，我今天来参加是那个亚太区的十大名师奖项。然后，这个奖项呢是其实是执行长这边的执行长，然后看到我的那个影片，然后呢觉得我的教学方式可能蛮有趣的吧，所以就特别邀请我，然后来报名这样，没想到就获得了这个奖项，这样蛮开心的。感想如何？就是大家真的是争奇斗艳到不行，我就觉得说啊，我今天应该要助理出来的。而且重点是每个人就是闪耀到，我就想说我自己这个我就是平民百姓哦。而且重点是我在台上的时候还被挤到最后面去，我觉得我那时候还一直想说要怎么样可以站在 center 这样，结果没想到那些女生心机超重。你输了，我输了没关系，但是呢就是有跟理事长握到手，最后有这样握手一握这样的感觉，对，所以蛮开心的这样。大家可以就是在持续的支持我们那个 C Studio 这样，然后我也会把更多更好的一些教学的方式啊，或者是教学的一些知识呢传授给大家，然后也会邀请更多不同业界不同领域的老师来我们 C Studio， 然后一起来教授学生。明年还要来参加吗？明年的话希望有机会可以再入选哦。拜拜拜拜。